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时尚聚焦。这是刚才发生的另外一个更加震惊的消息，这个是很可怕的。在媒体上传了一份文件，这份文件说呢，拜登在美国政府撤离阿富汗的美国政府，交给了塔利班政权的一份名单，这份名单里面包括美国人。包括拿着美国绿卡的人，还包括拿着阿富汗护照的、被美国准备庇护的、保护的阿富汗人的名单，长长的名单，给了塔利班。那这份名单给过之后，美国政府，就是你看现在美国国务院去要求那个美国人都远离机场，对不对？他透过 email。透过电子信息去把那些有资格的人、有资格身份的人在某一个地方聚集起来，然后透过车辆给他们运到机场。那当地的美国的外交官要跟塔利班当地的政府联系，说我有哪辆车、哪个 bus， 车上装多少人，这些人你要让他通过一直进入到机场，大概是这么个说法。这件事情刚才在记者会上被记者问了，就问拜登是不是美国政府把一份美国人的名单、美国拿着美国签证的名单和曾经在过去时间里头帮助过美国人要被美国政府营救的阿富汗人整个名单给了塔利班。拜登没否认，这是不可能的，这是绝对不可能的。那这份名单给了塔利班之后，这就是一份塔利班要杀人屠杀的名单。我相信从评论的角度来讲，就没得评论和不知道应该怎么说了。如果你相信塔利班的人，如果你拜登美国政府全相信塔利班的人，你为什么要把美国人撤回来？你为什么要派7000美国士兵去占领机场保护这些人回来？因为他们已经在安全中了。人的愚蠢不可能蠢到这份上，他们可以对这个共和党人、对川普的支持者杀一儆百，血流成河，那国会的警察可以开枪杀掉阿什里而不负任何责任，但是来到了国外，来在阿富汗，他可以把美国人的名单去给塔利班，原因是让这些人要从塔利班的魔爪里逃出来。人说这是精英，